您梳吧，侧着梳，侧着梳。对，往我这边侧。是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就平时怎么梳就怎么梳就行了。孩子几点放学呀？嗯，四点。您把它散开，不用抓着。抓。对对对。行吗？对，是。稍微对我一下梳，然后露您个侧正脸，就是说证明一下您头发是从您头上剪的。行。对对对。嗯，行。行了。行。来照。对对对。照。对。啊，您就梳您的就行，就正常梳就行啊。嗯，怎么想讲了？哦，掉啊！就是掉的太多了，是吧？嗯，一件粗制。讲完之后，您得修一下。行。这事儿先散发开始吧。
那讲不讲？讲啊。那讲吧。剪的时候头不要往后仰。不但是不休息，也还能弹。